是鱼鱼。潘师傅增撰小馆推出古早味香菇肉燥调理包，现在到店消费之后购买香菇肉燥调理包还有更多的优惠折扣哦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南投县埔里镇中潭公路旁的潘师傅蒸转小馆，凭着老板黄博文的一手好厨艺，推出多种营养卫生的美味佳肴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转型制作潘师傅古早味香菇肉燥调理包，消费者可以内用也可以外带。因为潘师傅古早味香菇肉燥香味十足，肥瘦均匀，添加高贵的香菇增加香味口感，让人吃了还想再吃。潘师傅蒸转小馆还获得经济部台湾卤肉饭节比赛，连续四年卤肉饭节严选店的佳绩，非常值得大家前往潘师傅蒸转小馆享用古早味的香菇肉燥。古早味香菇肉燥是用我们台湾的黑猪，然后严选我们鱼池的最有特色的香菇，还有特别的食材去调制的。那我们参加了台湾卤肉饭节的经济部所举办的这个比赛，连续四年都获得严选的店家。疫情让很多人不敢在外面用餐，这次潘师傅蒸转小馆推出古早味香菇肉燥调理包，让喜欢吃卤肉饭的人在家也能吃到香喷喷的香菇肉燥。现在潘师傅蒸转小馆推出限时特卖，原本每包220元的香菇肉燥包，即日起来店消费就能享有每包优惠价200元。一次购买50包，还能享有每包150元的折扣特价，优惠期间直到111年8月31号为止。喜欢卤肉饭的民众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。记者陈文旭、李佳晶、萧小泉南投报道。